我们也要开学啦！这么漂亮哎！嗯，你刚刚下雨了。没事，下雨没关系，咱们开车过去啊。今天第一天上学，起的也是有够早的。他早上7点就起来了，我是6:40起来的。他自己醒还是你叫的？他自己醒的，因为他化妆，然后他就醒了。哎呦！就是不一样啊！我们甜甜从9月1号就开始准备要开学了，然后一直推迟到现在了。你怎么这么飘飘啊？还要大家这边接你们？哇，你知道舅妈买一套网课？舅妈叫你要好好吃饭，在学校好好吃饭，知道吗？谢谢舅妈。拿去吧。我那姑娘胃口呢？太激动了！你这么激动吗？外婆来，你高兴吗？舅妈来开心。你是舅妈来开心。舅妈都接送你读书啊，你看你多幸福啊。老婆来上一趟车啊。嗯啊，给我开个丢。你老婆也来了。你自己 OK 吗？你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吗？你要你跟我告诉外公，外公也有奖励啊。好，告诉外公啊，你要表现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既要有礼貌啊。拜拜，快点去上学啊！要不要穿女王了？2、3。我们哎，我们出发吧！走吧。你看我昨天都给他写好了，里面都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孩子的一些习惯，我全都备注在里面了。你去了有什么需要啥的可以跟老师说哈。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把驾驶室的门打开，我以为他要开车。有哪里不舒服你都要跟老师说，知道吗？过去要好好吃饭了啊、哦、看学校的饭菜好不好吃，回来告诉我们好不好。在后面那是我下着雨哟。带舅舅妈参观你的学校啊。你是哪个班？哪个是你的教室啊？记得吗？刚好了。以前说的勇敢。我不敢在他面前。我都不敢听见。这也是在找妈妈。你应该等火锅上吧。你吃吧，宇哥。吃吧，你妈吃。不要吃吧。谢谢你啊。让我走啊。你妈相信老师是专业，她很怕火的。狠下心走了。没事的，辛苦了啊。你应该没有不舍得吧？不要笑这么灿烂了，这有点过分了。我发现咱们这群人里面，舅舅是最心疼的。他刚才说今天哭了怎么办？赶紧去哄他了。你说不要哄，跟他老师说，咱们赶紧走。我觉得你是不是在练？那一定要大内，你越紧张，你越想哭，孩子更会哭，知道吧？心理建设我已经做好了，咱们大人要是也紧张，老师压力就大，知道吧？要放心把孩子交给老师。其实甜甜还有一个西西陪她，我估计应该不会那么闹。甜甜很好骗的，老师刚才跟她讲说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她长大不能好骗。不会的，可以的。其他教室里边都哭成一片了，然后有的就刚到校门口就开始在哭了。就老家长也在哭。没有，不是家长哭，是小孩子哭。跟我想象中还不一样，我还想要这一片人来应该都会哭，结果都带着笑容。怎么会呢？笑起来真好看。我还想今天看哪一场电影。开学这么让孩子长大了。是啊。我们终于解放啦！二人世界，造老二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三人世界，造老三。那你咋不敢硬冲？
赵老三就赵老三呗，咱们再硬气一点啊、哦！好困啊！你也别忘了我中午不要过来接啊、哦！还想接回家吃饭是吧？不要想着离家太近，我刚刚商场修车，再少没看你吧。太累了，晚上都没睡，然后激动死了。这天天上学，我比他还激动。我一点多睡，然后五点半就起。那我两点我就起来了，我就怕我睡过头。中午留着吃个饭嘛？那肯定要的嘛。要，吃完饭。是啊。这么高高加到四点，很快了。再来吃。先出爱心了。哦，是吗？一口入出去了。